Hey， 我是咪大熊 ，Much Bear。前面、我的新片头感觉如何？很有新鲜感吧？因为之前有朋友跟我讲说啊，他们觉得我的前面的片头有点太长了，然后会让人家不知道说到底要进入本片了没。所以这次呢，就把长度给剪短了。那我们今天呢，要来开箱分享的呢，就是Run的东西啦。首先呢，就是这个，这应该不止全家有卖吧，应该全家 Seven 应该都有。这是我姐买的，这一款呢，蓝色的，它是咖啡拿铁，然后另外一款它是桃子，然后桃子呢，它的口味是观音拿铁，应该就是乌龙奶茶吧。Run 好喝。今天呢，主要呢要开的呢就是这个Run 的保温杯，它是算冰霸杯，就是之前比较流行那种冰霸杯，拿来装饮料啊，然后可以保持温度的冰霸杯。然后这个东西啊，是在全家预购的，它预购完呢，就是要等它送来。然后我当天的早上10点开抢的时候，就跑去抢了，超疯狂的。然后当天抢的时候，刚好又是 Pokemon 的悠游卡的预购，我当天也有抢 Pokemon 悠游卡的预购，到时候我就拍给大家看。那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杯子里面到底是什么样子吧。锵锵，这是我的旧的冰霸杯，其实我已经把它拿出来用了。这个其实前几天就拿到了，我是为了要跟另外一个东西一起开，因为同送来的时间不太一样，所以我就把它拿来用。锵锵，它可以把像是这一种饮料杯啊，就是它是那种就是 700cc 吗？不知道是700还是600，反正就是一般正常杯的饮料杯就放进去。它的保冰效果其实很久，超过8个小时，它其实还是有点冰冰的。好喝，而且它 Run 这边是大脸，然后背后这里呢是一个海滩 Run， 超可爱的啦。Run， 有 Run 陪着你，喝饮料都变得超好喝。那这个呢，就是我旧的冰霸杯，我想说呢，拿这个来装，这个其实。是之前全家有那个2件饮料抽奖，要一定要抽到2件1元的才能够送这个。可是因为我已经抽了两三箱的饮料去了，完全没抽到，我都已经快要放弃人生了。因为我觉得1元真的有这么难抽吗？我之前在抽的时候超好抽的，我的运气太差还是 you know， 我不理解。真的很不理解，抽到真的是我就 中途我就放弃，因为我觉得如果再买下去真的坑太大，而且我一直抽到的折数都超烂。我姐呢就从她朋友那边帮我把它给买回来了，我是很喜欢啦，可是钱花太大，就为了这一个袋子真的是很北河。想说如果有一天在外面有看人家卖啊，或者是我到时候去韩国，说不定韩国他们就有做这种袋子之类的，可以拿来装饮料杯的话，再来买就好，不用为了这个抽成这样，像神经病一样。然后这个的好处呢，就是它可以放冰霸杯，花那么多钱，我觉得还倒不如你让那个去全家买饮料的人，2件抽完后可以加购什么60、80或100块加购这个袋子，我还愿意去加购，不要让我抽成这样，真的觉得越抽越失望，越抽越崩。还好他后来有推出这种预购，可以直接预购来买东西。可这个预购其实也超贵，这个贵的有点离奇，因为他是要预购什么全家的咖啡系列，就是他们的那种自创品牌咖啡系列，才能够去加购。你知道吗？我当天去10点的时候去预购的时候，咖啡预购一组。就是一份，我以为说是2杯之类的，就要一份是要10杯，买10送2写得很厉害，结果买10送2超级贵，才能够再加购一个这个，加购整组加购起来，我就觉得哦天啊，超级无敌贵，贵爆了。然后我又想说一个要我用到一个给小帮手用，买了2组，然后呢，算了，我们调整一下心情 ，relay 一下。因为今天的重头戏来了，重点就是这个，锵锵，安全帽，锵锵锵锵。不过呢，在我打开这个安全帽之前，我要恭神一下一个人，就是我姐，她在我拿到安全帽还没有开始戴之前，她就给我拆开来偷戴了。看一下，犯人就在这里，犯人就在这里。然后我们来开我们的安全帽起来看吧，那盒子超可爱的耶。Run， 然后帽的图案 Run， 然后这里也有 Run， 超多 Run， 当。
然后它也有附一个这个，不过呢，那个不是重点，因为重头戏是这一个。这张超可爱的 Coco Friend 的 Ryan， 这是背后有一个超可爱的 Ryan， 侧面也各一只 Ryan。这个是抱胸，然后这个是 Say Hello， 超可爱。它有分男款、女款跟儿童款，这一款是男款，而且我头还这么大，还这么好戴。这种时候呢，就是要戴着安全帽，喝给 Ryan 的冰巴杯。他再喝一口，在家里面享受完了以后呢，就是提着冰霸杯里面装饮料的 Ryan 就是出门去啦，笑笑哎，今天我开箱的东西就是全部都是 Ryan 系列的东西，超喜欢的，让我就是一整个夜猫族，还要为了这种东西特别提早早上10点起来预购，而且重点是冰霸杯跟安全帽预购时间还不一样，冰霸杯先的，然后那天早上10点起来。然后安全帽也是隔了一阵子以后的10点起来，不过安全帽真的是比我预想的还要快就送到我手上了，超快，预购完好像大概3天还4天吧，就超快的送到我手上了。哦，喜欢，之后应该会换上这个，不过我应该会去安全帽的店加一些什么有那种就是罩子啊之类的防御的设备，然后再带到头，再出门带它。随时随地都有 Ryan 的陪伴，我们今天的开箱就到这边喽。如果喜欢 Ryan 的朋友，或者是也有预购到的朋友，欢迎留言给我，跟我讨论一下你们的预购情况喽。我觉得这超贵，贵爆了。还好预购已经结束了，应该结束了吧？不在呢，可以去全家问问看，如果有喜欢的话，都可以问问看喽，说不定还有。那如果喜欢我今天的影片，请记得帮我订阅、按赞以及分享，然后如果有什么想跟大雄聊的，都可以在下面留言给我，我都会回应你哦，因为现在没什么留言。那我们下次见，拜拜。